讲解一个傻瓜式的操作，让你三天拥有一个可以单日输入近四位数的精彩动漫账号。啊，沙雕动漫是现在成为现在年轻人娱乐消遣的新宠，它无需复杂的创作，简单的内容搬运就能吸引大量的粉丝，实现意想不到的收益。啊，这是一个最新的搬运玩法，操作简单，三天就开启号。非常好的一个教程，这是视频号的收益1700，这是头条的收益1300，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转变工作、项目实操、变现方式，有详细的讲解。需要的资料也全部都有提供，驱虫、实操都有。如果想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精彩动漫账号，就可以直接下载百条课程了。